1920年，黄文江出世伫个高阳州的罗德庄，身为船长，而且佫是汉裔的老爸，互伊受到真好的教育。伊读台南州立第二中学的时阵，发现台湾人受到无平等的对待，所以甲日本同学发生了冲突，最后被退学。后来老爸送伊去日本读册，伊成功摕到汽车，也佮外科医师的资格。1945年，日本战败，黄文江倒转来台湾做医生。伊甲杨清莲结婚组家庭，但是伫个国民政府统治之下，台湾社会治安混乱，经济恶化，互伊感觉真不满。经过共产党罗德支部书记罗灿贵介绍，伊加入了共产党，开始读左派册马克思的思想。228事件了后，国民党政府宣布戒严，开始逮捕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尤其1949年，在台湾做地下工作，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浩乾被抓了后，全台湾各地工委会成员拢收敛线去防抓着。黄文江惊拖累厝内人，决定要自首，但是并无经出主持人的熟悉，同款是燕巢支部的陈定祥。伊因为自首不成，被判15年的徒刑，了后阁去予蒋介石亲手甲解批死刑。1953年5月，伊伫马场顶被枪杀，轻轻的枪击案，伊留下五张的遗书要家属。也毋过，遗书拢无塞到家属的手头，遗体嘛无人甲收，最后待伫台北市的六张咧。我伫影片内底所看到的是这个文江医生伊的这个，就是最后人生最后的一段故事。啊，今仔日真感谢，请到咱嘛是应该是讲是医师的查某囝吼，咱这个黄春兰老师来到咱的现场，啊嘛应该是叫黄教授吼来到咱的现场。好啊，就想欲甲黄教授、黄老师请教吼，就是我伫个影片内底所看到的吼，迄心内底互我就袂得过哦，就是伊的遗体其实到尾啊，厝内底的人嘛无法度去收，吼啊，还佫有就是对你来讲，你这个查某囝心内底一定有足侪足侪艰苦，也是讲唔甘伫个遐。但是就是伫个咱过来讨论之前嘛，想要甲你请教，对你来讲，爸爸是一个什么款的人？我伫18岁之前，爸爸是无存在的，吼，伊毋是欠息的，是18岁了以后，才对无存在变作欠息。安那讲呢？因为伫我的成长的过程。阮家无任何，至少伫我囡仔的面头前，厝里无任何的摆设，关于阮老爸的代志，吼，大人嘛袂无甲囡仔讲有关阮老爸的任何的代志，吼。那阵讲咱小可有淡薄仔好奇，大人的拢安怎讲？囡仔人有耳无嘴，啊无得啥？隔墙有耳，所以伫安尼情形之下，你根本就无感觉
有老爸存在，吼。是安那才会讲十八岁，我印象遮深哈，因为十八岁是一个关键，就是讲高中毕业考大学，吼。阮迄个时阵要考大学，无讲足容易个啦，吼。因为录取率嘛无遐悬，无像讲即摆要考袂到足困难个吼。啊，到考大学考了个迄个后落，阮阿公伫阮姑厝路德个迄个三合院个迄个埕道，甲讲恁老爸犯难，嗯，是个，我就想讲，嗯，啊，别人因家嘛有爸母无嘛吼，嗯，啊，大部分啦，啊。拢是破病啦，还是意外嘛，吼，嗯。足少讲什么犯什么案，嗯，哦，啊，咱就想要去问，但是阿公就无依啊无依，就走啊。啊，你敢无想讲试看卖问出来的其他？嗯，你伫迄种的家庭的氛围，嗯，无可能。嗯，伫迄个时阵，大人拢惊到要死啊。嗯，所以你无迄，那个。家庭氛围会当甲你回答这个问题，嗯，所以这个案例你尾仔才知影是虾米款的案件。是来讲吼，嗯，较具体的，嗯，是到迄个我大学毕业，是，我大学四年的时候，我就请到美国的奖学金嘛，啊，我妈妈就嘛是就想讲，我就要出国啊，嗯，伊就摕迄个，迄叫做啥？黄土的迄，那个，细细个啊，迄个相片夹内底一边，就是迄，那个我讲缺德男主人的全家福，吼，哦，迄张我红个啊，尔嘛，哈，我一个满一个月，嗯，啊，另外一张是我五个月大汉的，嗯，的照片，啊，另外就是有阮爸爸的照片。吼，嗯，啊，即恁老爸安尼，啊，着互我做纪念，因为我迄个时阵已经二十几岁啊嘛，大学毕业啊，所以我妈妈全交代迄互我，会使讲，这是我妈妈第一过，嗯，会使讲第一过甲我讲关于阮老爸的代志，真诶，嗯，嘿，无我都通讲。你敢咪感觉有淡薄仔遗憾，毋捌熟悉爸爸？我感觉你敢若看到一个相片啊。要安那有讲熟悉无熟悉，嗯，很难呢，嘿，无迄个感觉，我感觉。安了后有足侪资料，包括着早镜去查着伊个。我就是感觉讲，对，我看到阮爸爸的遗书了，哦，伊个遗书，我感觉这个人真正是存在的，哈，嗯，都对不存在，变作。欠息，而且讲实在，伊还阁毋捌看过我嘛，吼，嗯，因为伊互伊掠伊个时候，我还袂出世啊，嗯，我伫阮妈妈肚内啊，啊，伊枪杀个时，伊互枪杀个时，我五个月大汉，吼，啊，伊嘛无机会通看到我啦，吼，哦，我安尼甲推测起来，伊应该是看过我两张相片，一张就是满月迄张，啥物拢看无，一个红个啊。目睭开开，吼，嗯，另外一张是我五个月大汉，吼，迄张真古锥的相片，伊都敢若看过这两道尔，吼，嗯，但是伊有法度通安尼写出，我相信呐，有看过阮爸爸写给我的遗书，拢会共感动着，吼，嗯，足侪人拢流目屎，吼，对一个伊毋捌看过的红孩啊，的查某囝。还来不及看呢，伊有法度通写出安尼，所以表示讲，这个老爸对伊的家、伊的囝，拢真有感情，嘿。嗯，所以实在讲，我第一过看到阮老爸，会给我的唯一而且是最后的一个连结。讲实在，我你安怎讲，目屎流无煞，真正。
哎，差不多是2008年啊、哦。我们跟查清荣的台湾游艺公司合作，在绿岛金瓜园区帮忙绿岛金瓜园区做一挂展览甲活动啊，所以迄段时间。我迄阵人个伫文建会时，啊，就建议讲，啊，这个单位上好就是吼，写公文去要求，迄档案管理局爱甲这个档案，下一挂资料提供给因。啊，所以内面有看到一挂案件，啊，其中就是有看到这个黄文光的案件，伊是一个齿科医生。啊！伫个伫高雄迄边哦，而且庄卡的东部哦，甲屏东遐，啊，就是讲有安尼的组织，是地下组织，是反共运动的。结果，伊前本来判15年，啊，尾来去用改判4年，迄是蒋介石甲改，蒋介石改这个判决文。所以迄个时阵的中国政府，因诶不公不义的这种对人的性命的无尊重，啊嘛无人权，啊对遮个就是讲特别付出，也是讲较有热情的遮个人，较有行动力的人，都甲因的性命摕走，诶这种不公不义。因为我伫个即个动画内底有看到吼，最后一部就是黄医师，伊倒伫遐啊，望堂好神，伫个伊大腿边啊，爷爷爸，吼，我看了就唔甘的，吼啊，我无爱倒去想想家属的心情啦，吼，就是迄，敢那是会当去体会，想办法去体会，但是一定是无家属的1/1000、1/1000的，吼。我感觉吼，上基本的。根本的问题是，阮老爸无应该被枪杀啊，无应该枪杀的，是毋是安尼？哎呀，当然我了解了这个代志，我当然嘛会足愤怒的呀，足愤怒的呀。啊，因为就是讲，咱台湾会当行到民主这条路，其实真正是有够济的人的付出，安尼唔讲一句较歹听，唔惊死啦。安尼敢甲抵抗，啊较成就诶。啊，我感觉这种咱台湾人为着正义抵抗这个代志，这个精神是正面的精神。哦，这段屏风吼，是足有，予我足多的回忆啦。哦，我从我细汉的吼，大人都拢会含囡仔，伫遮抓鱼头啊，啊鱼苗啊，吼，啊搁开心，伫遮讲故事。春兰老师你好，刚刚会当甲阮介绍你边啊几位是啥？阮阿叔吼，即阮细汉阿叔，伊是阮爸爸的。最小的弟弟是好、哦，我爸爸牙医师嘛是好、哦，是迄个时阵罗德的第一个驾怀的牙医师啦、嗯。但是我爸爸就不见了，不见了。经过了很久很久以后，我阿叔伊对高雄医学院光复以后，我第一个。光复以后，光复以后，啊，我爸爸是光复前第一个啦。迄当阵砖头内底敢知影发生啥物代志？林主任。所以说迄款的也无，好像无消息的，拢无啥物，无啥物知影啦。拢无消无息，拢唔知影发生啥物代志。唔知啊。大家唔敢讲，其实嘛唔敢讲。嘛唔敢问。唔敢讲。就是因无甲你解释为啥物阿兄无去。无讲。我是。我是我是我是刚的刚刚哎，怪怪，
都这些人来，来来讲八个故事啊。啊，我爸爸在跟他回忆，我从厝里来拢在哭。迄个时阵是，互伊抓鱼的时阵，还是互伊抢蛋的时阵？应该是抢蛋。哦，应该是抢蛋。我十八岁的时候，我就是差不多这个位置，我要去记遐清楚。我阿公啊，就安尼来，你当作阿公过来，吼、哦，就你过来啦。我跟你讲，我阿公吼、哦，就安尼。无依啊，无依，你知道？安尼差不多伫这个位置，懂？恁老爸吼、哦、是患难死的，唔是破病死的。伊敢若讲安尼尔，啊了嘞，伊就转身走，就伫差不多这个位置。我印象足深的，所以我十八岁进前，老爸是不存在。十八岁了以后。你不存在，它并不缺席。川老师刚才当甲阮讲，这是啥物相片？这相片哦，其实是我大学毕业迄年，本地要准备出国，因为我已经请到奖学金嘛。啊，我妈妈交代摕给我的，给我做纪念。啊，这张应该是我爸爸第一过看到我，就是这个满月这个红娘啊，就是我。因为迄个时阵已经伫加拿大嘛，已经红娘伊伫加拿大。啊，因为伊九月红娘是我十二月出世嘛，所以迄个时阵伊知影我已经。有滴个啊，就对。啊，我妈妈就讲翕一张，我就讲这张叫做《缺了男主人的全家福》哈、哦。啊，这边都有我爸爸的相片。我根本就唔捌看过我爸爸。啊，这张就是我细汉，我五个月，就是我爸爸迄阵啊，特别红庆祝的进前。伊看到的。伊看到的这张第一过。这张第二过，我细汉。但是这相片就是，你妈妈摕给你的时阵，这刚是你头一摆看到爸爸的相片。应该是安尼讲是。迄当阵你几岁啊？我伫大学毕业迄年。毕业迄年才看到伊的相片。23岁啊，22岁，23岁，对，吼。啊，这张，就真正的全家福。但是真予我。感伤呢，是爸爸妈妈在家，这妈妈啊，这爸爸，这妈妈的迄、那个，就是阮三个兄妹哈、来祭拜阮爸爸妈妈。拄则我有看到身份证，这个就是对啊，因为阮妈妈。我妈妈吼，其实伊是一个年轻的时候，她做事情就是很守规矩的人。吼啊，就是做代志足条理分明的，啊，甲厝人甲迄个拢做甲足舒适，但是不代表伊无压力，伊无恐惧，你知道？伊也袂足老的时，伊处理代志处理啊足好。可是到伊年纪足大。伊失智超过10年嘛，迄种惊吓，你知道？就拢爆发出来。啊，失智的是，就一日到毋在找身份证。嘿啊。为啥物要找身份证？因为身份证就是警察不时来，不时会来巡啊。巡，你就爱摕身份证互警察嘛。我毋知影恁家吼有安尼无？以前吼有户口名簿。你知影户口名簿吼，我唔知影讲人家的户，别人因家的户口名簿是安怎啦？阮家的户口名簿，譬如讲，这本是户口名簿，阮家后壁搭一堆啦。啊，即马，伊迄搭一张吼，迄假啊嘛吼，啊就是签吼，迄、个啥物人来嘛，迄管区的警察啊，几月几号安尼啊签了，
啊，这张这个表格填满，伊就搁粘一张嘛。啊来，伊就伊唔是讲干那签遐尔嘛，伊啊，哦啊，恁兜几个？啊，身份证摕出来。就拢逐过爱甲你点名安尼啦。嗯，就是、啊，我妈妈是面对的第一个人啦、啊。所以伊较老的时阵，伊就会找伊的身份证。伊会变作讲伊本来藏在内心的恐惧。嗯。以前他自己处理得很好。嗯。到年老失智的时候，就整个爆发啦。嗯。这张吼，讲实在，阮查囝传予我的时候，我看第一句，我就真正叫做泪流满面。我第一过吼，看到阮爸爸含我的第一次连结，也是最后的连结。伊、就是讲，亲爱、最疼爱的春兰、嗯，你还在妈妈肚子里，我就被捕了。父子不能相视，呜呼！世间再也没有比这更凄惨的了。虽然我没有看过你、抱过你、吻过你，但我是和大一林兰一样疼爱着你，春兰。认不认我做爸爸呢？母爱我吗？惭愧得很，我不能尽做爸爸的义务，春兰。你能不能原谅这可怜的爸爸？说实在，我读这段我拢，心肝拢真艰苦。嗯，老师都家里台遗书啊，你讲你是啥物时阵诶，伊个查某囝伊找出来诶？迄伫2008年，2008年迄个时阵，其实我妈妈已经重病了，我伫病院，迄个伫顾我妈妈，伊用卡电话给我，我讲。伊讲伊有发现到遗书啦，我讲安尼无你就寄来给我，安尼，寄来了，就我就甲阮哥哥、甲阮姐姐讲安尼。但是迄个时阵的遗书是 copy 本啦，就是像安尼 copy 的，嘿，对，阮认为讲。遗书这应该是算作讲私人物品嘛，对不对？私人的物件，所以阮认为应该正本来还原，唔是 copy 的。所以，阮就是用，因为阮讨论了，阮感觉讲，遗书就是爱还原嘛，吼。啊，阮就开始甲政府讨。我会记得迄阵啊，咱写批去讨嘛，吼。迄个啥档案局，我还阁会记哩足清楚，档案局的一个苏小姐，用一张迄咱迄黄色贴纸有无？便利贴迄个黄色贴纸，讲欢迎你来参观，我们保存得很好。谢谢你，安尼吼，啊，着阁附一张邀请卡。我看一个真正感觉讲，哪安尼？我转甲回，我回一张差不多 A4， 我用拍字的，才有半张尔，半张 A4。我讲谢谢你的邀请，不过该还的还是要还给我们。这个东西是我们家的东西，不是放在你家保存的很好。我们就可以接受。啊，所以到我妈妈往生了，我妈妈7月22日往生的嘛，那就嘛是个。搁甲政府讨啦，所以阮丁文公想尽了我们的所有可能的办法，对不对？写批去迄个档案局讨，写批去甲总统府讨，搁写报纸，搁开记者会，
安尼几年了？你两年八个月。嗯，我用尽了所有可能的办法。嗯，两年八个月以后，可能因为迄个时阵嘛，已经马英九啊，哈、嗯，已经互阮吵架哦，因嘛挡袂牢啊。嗯，而且我讲吼，迄叫做啥？选举万岁啦！因为哈、哦，搁半年就选举啊。其实因嘛承受足大个压力呀、啊，所以因就好，因就答应讲好行令。迄、那个2011年7月15号，马英九行完遗书的迄天，嗯，说实在的，我迄天足激动的啦、啊，泪、嗯、流满面，你知道？嗯、哦，啊，真正嘛，足想要甲马英九扒落去啦。嗯，你敢知是安怎？因为马英九吼、哦，讲恁有需要遗书的吼、哦，来申请啦、啊。嗯，借问什么人因家欠遗书啊？我欠阮老爸，我咧欠遗书。嗯，而且阮老爸互你抬死，我嘛唔知影伊有留遗书啊无啊，敢毋是？所以讲迄话伫迄种场合，真的非常非常的不恰当。嗯。那是安尼啦，迄阵因为迄个我搁伫文建会是2007年诶事，伫个台湾游客因为有帮忙绿岛景观园区做一寡展览啦、介绍啊，所以有机会哦，迄、那个文建会写公文去予档案管理局讲，请因有诶资料。哦，伊只会当摕到较正确，所以一直伊有参考。啊，所以迄算那真难得，台湾有个会当有一部分的档案，会当去现去参考。啊，也不要讲拄好2007年也是诶，教育部长就是杜正省，杜正省开始讲，忽然间讲话。要甲中正庙改名，中正纪念堂要甲改名，啊，所以了嘛，我说台湾民主纪念堂嘛，啊，所以迄段时间，全嘛要推出一挂展览，啊，展览要爱什么话，啊，我落去讲，啊，这有真侪政治档案，大家拢唔捌看过，啊，内面就是有，怎解就共批啊，什么人应该是判了几年，结果是。军法官以外，佫有一个比伊较大个，或者蒋介石，蒋介石用红笔顶悬我共签，啊，其中迄类包括黄文江即个气候医师，啊，伊本来予人判15年，尾啊，伊甲改判4年，啊，即个资料当然爱伫中正庙内面的展览嘛，互看会着啊，所以迄边个。一点啊，就是杜正省部长啊，找我啊，同我讨论，啊，这个名称叫做什么名？哦，啊，结果我两个对我一人好一句的名称，就讲，我讲再见蒋总统，你讲，甲迄、那个，蒋介石讲再见啦，啊、哦，啊，所以迄边哦，有真侪。支持办白色恐怖的受难者的团体，来拢组织去遐，啊，因拢穿白色的衫，啊，我是去用判几天，啊，我的亲人是去用判死还是安怎？啊，照相片去中正纪念堂去参观迄个展览，啊，所以便不哩轰动，啊嘛因为安尼，迄阵诶中正纪念堂迄个铜像迄个门来关起来。其中就是包括黄文江的查某孙啊，吼，或者张以荣，伊家己是去看展览了后，吼，张以荣迄阵是伫中央研究院做研究助理，吼，啊，伊也真有心，一直想要去了解伊阿公是安怎死的，啊，但是伊以前拢无法度找到这资料。
尾也是伫个迄个再见蒋总统诶，迄个展览看到诶，看到讲庆国的名单，半死用庆国的名单内面找到伊个阿公、外公诶迄落诶，啊了后，伊才开始问人，讲啊，即下去档案管理局去申请啊，啊伊讲好，我会使请，我是伊个查询，啊伊就上网路安尼去找啊，所以伊去问到档案管理局，啊嘛看到讲。哦，甲吴文强有关的判决书，啊，有相关的案情是啥？啊，伊嘛甲林向凯因拢有去做伙采访过共案无死去的人，啊，所以伊对因外公吴文强的这个案情有进一步的了解。刷了了后，伊真有心啊，伊就走去日本，伊阿公读册学校。去申请伊个成绩单，所有伊啊，伫啊学校个档案资料，连迄阵个学生个相片啊，甲遮伊就拢甲调出来啊。啊了后，尾啊伊才阁查出来讲，我若讲要用正式进行，阁有5张批，要写阿嬷啊，迄落因阿舅，吼，啊因阿姨，啊嘛有写落因老母呢。虽然唔捌看过因老母，啊，毛下哦，迄落黄春兰啊。咱真感谢吼，伊用来到咱的这个现场，要甲咱分享，就是医师算讲是你的阿公对不？嘿，是外公嘛吼，啊，是虾米款的机缘？予你想要开始去找找恁家族历史内底，其实阿公算讲是根本都无存在的一个人物，啊是啥物机缘，予你想要甲我看资料，看到你特别走去日本，吼去找资料，啊去找阿公伊人生的故事，是啥物款的机缘，啊是啥物款的想法？一开始的时阵无想遐济啦，一开始的时阵无想遐济，一开始是我甲伊讲会使去请档案，啊，伊就传伊的户口名簿给我，啊，我就去请，啊，是请回来，阮甲头一摆知影档案内底有遗书，啊，是发现遗书了后，我较想讲这個人活过，啊，伊过的是啥物生活，啥物款的日子。所以为遐开始较想要了解，所以你阁有去查迄个时阵阿公伫个日本的一寡，伊做学生的时阵的资料，所以因教授有互我看伊伫学校的时阵，叫做日本汽科医专，啊，即马叫做日本汽科大学。啊，迄阵时阵，伊有一个叫做啥生活的相片，一本簿啊，内底有伊的相片。所以讲，迄个相片，你会当透过相片看到阿公大学生时阵的迄个模样。感谢安尼讲，啊，妈妈嘛是透过你去找到迄个相片，第一摆、头一摆看到伊的爸爸。大学生的模样，哇！所以妈妈应该感觉足感动，也是感觉讲，这个人足轻松的，伊是啥？我唔知呢，我唔知呢，我有好伊啊，但是伊也要甲我讲，伊是啥物感觉？但这个代志就是阿公过身，甲呾已经几十年过去啊。所以对你来讲。阿公的发生的这个不幸的事件，伊对整个家族来讲，也是讲对你是别是恐怖的第三代。你感觉讲这个影响，伊敢会因为时间偷偷啊过去，啊伊就变作讲较减少。这其实足歹讲的，因为我自细汉我就生伫这个家族。我无一个对照组，生伫别个家族，啊，过来看卖
有啥影响，还是无？因为我就是安尼大汉的，所以你伫内底，你无迄个法度去知影到底这是白血球无影响，哦，这毋是白血球无影响，你就是安尼大汉的。但是对妈妈甲对你来讲，是第二代、第三代，就是政治受难者的第二代，的家属第二代甲第三代。啊，你感觉讲迄影响，也是讲恁看整个代志的角度，敢会无共款？我想当然嘛是无共款，因为我是我家己，啊妈妈是妈妈，我无法度徛伫妈妈的角度去替伊感受伊的感觉，啊，同款伊嘛无法度徛伫我的角度去感觉。我的感觉，所以我想这是真无同款的。所以了，你写就是最近出版的新册吼，啊，这嘛是甲阿公这个性命故事有关系。华物伫家换作哦，就属于叫做《春日的偶遇》安尼吼啊。所以讲，你伫个书内底其实嘛有写着这个你甲妈妈之间的这个冲突，对不？好啊，这个为什么你的第一就是讲写这本册？就开始其实我无想着要写册，但是我的共同作者传凯，迄当时伊就甲我讲，因为伊是陪我去采访啊，陪我读法律书啊，迄当时伊就找我讲，我感觉时间到啊，我感觉阮的资料有够啊，会当甲这写出一本册，妈妈知影我在写册，我写介久，我写差不多三四当午哦，三四当午啊，中间拄着疫情，然后佫拄着阮搬厝啊，所以毋是直直拢在写，啊，但是伊无看过我写啥，伊头一摆看是主印出来的，印出来以后，我请出版社寄一本给伊，伊较头一摆看到。啊，伊知影我在写册，但是这个过程伊嘛无跟我讨过我写啥，无跟你讨足够，嘛无讲来妈妈看一下作业 first reader 啊。拢无，所以其实恁母仔仔两个拢是咧做，就是甲推销咱台湾人权有关系的这个工课。但是恁伊做伊的，我做我的，做家己的工课安尼。应该是讲妈妈嘛是透过你的资料更加熟悉。哎呀，阿公阿姨即马咧做的足侪演讲的内容，其实是拢去应用你的这个有啦，有些有看啦，唔是全部啦，但是有的是我好意的啦。啊，我敢会使讲对妈妈来讲，你是伊感觉足骄傲的会走囝。你干嘛？你有夸了反，就是也要叫我，就是一心追求和妈妈会夸了反这个代志，妈妈会干嘛点头讲，我这个早囝足优秀诶。你干嘛？这是敢是一个足困难的代志？这得你爱问伊啊！啊，我是无差啦，反正。反正我就做我想要做的代志啊，哎呀，啊我找到啥，我就 pass 好伊啊。好，安尼咱小等，伫个你的平头前，我要问一条，安尼问妈妈，安尼会使无？你干嘛？最疼爱的春兰，你还在妈妈肚子里面，我就被捕了。父子不能相视，呜呼，世间再也没有比这更凄惨的了。虽然我没有看过你，抱过你，吻过你，但我已经五十年，恩文强洪庆石进前留下五张遗书，在半世纪了后，才传到厝内人的手头。受迫的人是伊毋捌见过面的细汉查某囝黄春兰。
这是春兰头一摆，嘛是唯一的一摆感受到老爸的爱。他说我聪明，也很有心在做这些事。破碎去了后，春兰的查某囝张怡蓉，从找找家属的过程，甲和老母之间的亲情矛盾，写作一本感情互相搭叠的册。在寻找阿公这件事上，阿公是某个只有我和妈妈独享的连结，只是我们又无法彼此谈论太多。春兰，我不久就要和世间永别。恩文江家族三代之间的感情，就是安尼透过白纸黑字去传达，去继承一个火爱的记忆甲温度。我从来就不知道该如何向他传达感受或承接他的感受。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彼此断开的。下过七十多冬，因的文字甲话语，豆豆讲出白色恐怖的时代悲剧，搁有家族血脉相连的爱甲牵绊。长恨不尽。出来老师甲咱怡蓉两个人在做会，我感觉足欢喜的吼。会当咱拄啊有一个问题，我想讲要问咱出来老师吼，就是感觉讲查囝诶，是毋是互你感觉足骄傲的？我感觉伊想讲为着因阿公诶这个代志安尼去努力，这嘛算作真。真予人肯定的代志啦，我是感觉安尼啦，因为等于讲，也许啦吼，也许是有遗传到阿公的基因吧，所以比较起来，等于讲较有正义感，较有热心，嘿，因为我感觉咱台湾人有较侪人肯做这个代志，我感觉咱台湾是一个有希望的，嘿。真美好的所在，有呀啊！但是妈妈，你拄啊讲予人肯定，啊你拢无讲予我肯定。无啦，我是感觉讲吼，我感觉像伊要做这种的代志，这应该嘛是无简单的代志啦。一开始我是想要知影发生什么代志，自我开始找，我知影一丝啊，我就想要知影搁较济。啊，搁来我就想讲，这是阮家族个代志，但是讲予别人听嘛是一件代志，所以我就开始写册。写册出去，伊就是有伊家己个故事，啊，有伊讲话。诶，放心吧。我感觉讲，像讲我去迄个足侪间学校，还是讲社团，还是单位啦，吼，不一定。去做人权教育，吼，去演讲，讲阮家的故事。这种虽然我感觉讲个人的力量真小啦，但是你有做，就是把这个资讯传出去，愈侪人。了解这段咱台湾真正发生的历史，我感觉咱台湾都会有愈来愈侪人认同。我感觉咱台湾足大的问题就是无认同。你伫这个所在住几啊十年，食几啊十年的米伫遮，但是你的心无伫遮。以即马来讲，遮久啊，有啥物外省人、本省人，其实这已经是无意义的代志。但是你有认同啊无？因为你若有认同，你心中有爱，你对这块土地所做的代志的思考，都无相像。所以我就感觉讲，虽然一个小小的米，你若有去甲散播，咱就有力量。出来，我感觉这是最重要的，咱应该拢
我感觉全台湾的人都应该爱来做这个代志。咱今仔日吼，咱讨论的这五张批信吼，就是黄医师伊的这个遗书吼，其实对我来讲吼，那是甲咱厝内底黄家的这个家族成员吼，恁的这个地盘中心吼，这个连接吼，阿妈和台湾整个社会，咱的这个人甲人之间的地盘，也是讲咱历史吼，也是讲咱的生活文化，咱的连接嘛，中心能够找到一个新的一个挖口的所在。今天很感謝兩位讓我很輕鬆的媽媽和祖母來到我們的現場跟大家人做分享，感謝你們，感謝。时间是1952年，头一任的台北市民选市长吴三连，前脚才倒打出市长官邸，后一步政治单位就大丁人冲入官邸，将市长的公主吴月平抓走。伊的身上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